天气热，买饮料摇摇杯消暑。屏东这个饮料摊每天人来人往，没有想到这回中奖的千万发票竟然在这里开出，20块钱诞生一位千万富翁。还好，因为不是我中的啊。对啊，不过不错啦，因为这样店里的生意会比较好。店员也好惊喜，到底是哪位客人那么幸运？财政部公布七八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清册，总共开出了11张的千万中奖发票，其中有5张发票的消费金额都没有超过100元，而且刚好都是饮品，最便宜的只花了20元买了一杯红茶，再来是25元的冬瓜红茶，以及超商的32元的冷泡绿茶和45元的苹果红茶，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88元的全国鲜奶。一半都是购买红茶，对啊，就买一杯红茶。对啊，你也是每天来都是买一杯，对。可以回去看看哎，反正我订哦。20元杯饮料对中千万大奖，店家也特地准备糖果、饼干，让上门的客人也来沾沾喜气。只花20元买一杯红茶，换来的竟是50万倍的高额奖金，羡煞不少人。还有不少网友说，何时才会轮到我？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